我不回沈阳了。不回沈阳了？嗯。香不？可香了。嗯，玉兰花。这个可以泡茶喝、泡水喝吗？不行，不行的。这挂车上的吗？那个是。妈，你听着没？我老婆婆约你，让你住在这儿。前几天带着爸妈回宜兰探望婆婆，这些年他们两亲家也是见过十几次面，相谈甚欢。这次呢，婆婆带着妈妈爸爸导览后面的院子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婆婆呢也传经佛法，老妈直说有心就好。我爸特别喜欢我婆婆家后边这片地，上次来下雨啊就没进来参观，这次来看看龙眼树吧。这是我婆婆以前很爱吃龙眼呢。哎，加小心。爸，你看这四季豆。爸，芸豆。嗯，干巴了哈，没有了，上面还有点哈。那颗好像是拔蜡吧？哦，那矮的那是拔蜡套袋那些吧？嗯，往前走。哎呀，看这油往了。嗯。看油了。都来参观来了。啊，我说怎么这么香？哦，上面是玉兰花。哦，还没，还不啊，那长挺高了嘛，那玉米。还没熟。香不？可香了。嗯，玉兰花。这个可以泡茶喝、泡水喝吗？不行。不行的。这挂车上的吗？那个是。哦，对吗？就我停车的时候，50块钱买那个，就这个花。哎呀，嗯，50块三朵。三朵，嘿呀，他们有人卖的是，我上次妈还被骗，卖我那个不香，嗯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小客也来参观了。哦，是因为生虫了呀，妈。我说怎么这么多蝴蝶啊？你看，好多蝴蝶呀。这是啥呀？我又有两颗菜虫，养完就长掉。金枣，宜兰名产，都掉了。你看都吃不过来，妈都掉了。这个都不刚掉的吗？这还能吃呢？这不要吃了。你看，掉地上就说不要吃了。我妈好可惜呀，啊，我妈多想捡起来吃了，啊，是不？瞅着那边。嗯。哎妈，这像那天那个咱拿回来小红给我的菜不？是那个。妈，这是啥菜？这没有拿，这过去都我要采呀，啊，我。哦，我要采呀，啊。哎呀。这有点苦苦，对不对？有啊。啊。我妈没白吃。你爱吃哈，妈她给吃了，不能吃呢，告诉你。我裹点水，啊，我妈觉得好可惜呀，啊，掉一地。妈，你看那柚子也掉地上了。妈，那上面还有柚子呢。我还有什么办的家？嗯。啊不包啊，都会哦，会有虫哈啊。这差不松也被夹的呀。裹点水，不要出了。这花生啊，嗯，啊，这我认识，菠菜吗？这是不够啊，妈，这是高丽菜啊。对呀，那没办法呀，哎呦，哎，不花几天玻璃，啊，不用不用，你留着吃。我的家啦，那么多菜，妈也吃不完我。吃不完的，这种子啊。哦。这个的，这个金龟呀，金瓜，金龟呀。南瓜呀。对呀，南瓜。这杆都长啊，好几颗呢。啊，冬瓜，这是啥？冬瓜，冬瓜，冬瓜。哎，有西瓜。哎呦，还有西瓜。种不起来，弄死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都死了，种不起来。能比起来呀？我爸回去了，看一看回去了。一直到头呢，哈，老长了都。嗯。哎呀，还没别人走了。嗯。我都没有草，你看哈。都没有草，对呀。你看那后面就开始有草了，是不吗？因为不住草，就那个是火龙果。嗯，对，那是火龙果，死掉了，嗯，我人都壮啊，嗯，啊，就弄死去，这也未掉啊，
都干到花开完就弄死掉。哦。都长不起来啊。长不起来啊。嗯、没有那么热可能是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不在安娜。啊，那是吗？还有果呢，看。嗯、那艾文不是在那个哪儿垦丁那边多，那边是不是比较热才会长得出来啊？后面有人种出来啊、嗯、哦啊。我婆婆说你看这地上一根草都没有，真的拔得干净了吗？妈你很努力工作啊、哦、哎呀啊拔草你看拔多干净。能不草你好、哦、哎呀。清洁溜溜，是不妈？妈，你说我们家阳台为什么种不起来香菜呀、啊？阳台也看不爱生的。不爱生啊？种不起来，很细种的，然后都长不起来。要买些土再种起来了。要土啊、哦嗯。在你家挖点土走啊、哦。有啊，我有看到百香果。前面有一颗啊。嗯，给你拿着放车里。嗯，这个啊，可香了。这不百香果吗？哦，嗯、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哎呀妈，我没有啊。看，这个。嗯。我婆婆厉害不？种这么多。哎呦我天 ！Q 还没回去呢 ，Q。这一天这。Q， 你刚才上哪旅游去了？钻一脸毛啊！这啥呀 ，Q 啊？打炮给你出啊、哦！直接可以吃啊，妈。哎，这个头挺好出啊，你出出看。这个就这个做很好的，慢吃一点哈、哎，尝一尝。哎呀，这要干这活不有的是啊、哦，干不完的干啊，好吗？嗯，我说一天活工作很多哈、哎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看那比咱可比咱这个市场买那个好。那肯定。这样我妈又吃的了。哎呀，太好了我婆婆不会你上这来跟她住来吗？你来吧。啊我来，带你住住，快点，很好住哦。好啊，谢谢妈。我不回沈阳了。不回沈阳了。嗯，很好住哦。嗯，我妈说不回沈阳了，跟你上这儿来住来吗？住了。好不好？哎呦我天，太晒了，我不跟他俩玩了。我婆婆分我的，咱俩一人一半。然后我婆婆说刚才在里屋吃饭的时候，我婆婆就说让我妈跟留下来呀，跟她住一起呀。然后呢他们就是吃饱饭去散步，然后说菜地里的菜随便吃。我妈一听心动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休息了呀小 Q。 嗯，我跟你脸上，哎呦我天哪，你上哪旅游去玩去了？哎呦我天，这钻的，来我给你拔一拔你看看。哎呦我天，哎你抬头呗，来咱别躺着，来呀，走累了这一会儿啊。嗯，我给你摘一摘。你们就说神奇不？他俩在后边聊天呢，翻译机都没在。生哥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我嫌热。他俩在后边聊呢，不知道他俩聊啥呢。大家听到他俩说话没？我婆婆说今天很热。就这么几个人你看他俩聊天呢。你看他们俩能聊，你看搞笑不？你俩说话能听懂吗？啊、你俩还能聊啊？啊掉地的那是我告我小南瓜。啊，对。你吃啥呀？拿出来。嗯。妈，走脸通红，热哈，太晒了，我都受不了了，回来了。那是个太阳底下。嗯。哎呀，很热今天。我婆婆跟我说让我帮她看那个什么不粘锅，我买给你呀、啊、妈。我不要不要，我买给你，买给你。我钱给你，你买不了，钱给你。买给了，我下次拿回来给你啊。不要不要，我有啊。不要，我给你。我有，下次我拿回来给你。先去打。我妈说羡慕哎。这边。看。嗯，大丝瓜。你刚才说那香蕉啊，我妈说羡慕呗，都自己长的绿色食品。你看这两根。哎呀，多好，全是你拿出来，拿去出啊，拿去出啊，把我婆婆逼的都会说国语了。
身体健康。可以啊，嗯、我婆婆说让我妈抄经，我回去咱家有，我拿给你抄啊。嗯嗯，我以前什么经都抄过，给地藏经、三地神的，那一组抄一组抄。嗯。阿弥陀佛吧，弥勒经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经啊。哎，这啊，弥勒经，那这是观世音菩萨，嗯，破文片，嗯，完了，这很快的，这十几分钟就读完了。这是读的嘛？这是读经本。哎呀，读的谁都可以写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有抄经本呐，大庙里都有可以拿。哎呀，妈，那观世帝君庙就有啊。抄抄不要。乱丢哦，要收起来哟、哦。哎呀，哎呀，那块钱贴标呀，到人去修。好、哦，嗯，我抄很多都没放在那里的。哎呀，还放在那边呢。嗯，哦，这样，哎呀，这都不用带镜子，你看这字儿多大呀！哈小都看不见了。对呀、啊，嗯、老菩萨小字都看不到。嗯、啊，哎，净土都大悲咒吗？我也会。大悲咒啊！对呀、啊，我都背台语呀、啊。哦，背台，我背，我都国语的，我不会背，我照念。哈哈哈！背照念也挺厉害。嗯，挺好的，这个关键是有心的。对呀、啊，要多念经呐、啊。哎呀，有心就好。嗯、有心就好，对。这才拿来呀、啊？后啊，后啊，后 啊, 啊，我四月再回来，好、哦、吗？拿好多哦。后。嗯、啊。拜拜，妈。大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